偷工我抓了。我抓你。活跳跳的鱼仔仔，一趟接一趟，被倒入去波阿寮港的海水内底，一趟差不多500多尾。较入名鱼仔仔，亲像乌鸡、海蛎、甲红鳝，直接对车顶接塑胶桶，也就是抛磅布，互伊滚到海底，速度加真紧。较出名鱼仔仔，亲像乌啊，都要用桶啊赶去海边，慢慢啊倒，一载的时间，都有50多万尾鱼仔仔被放流了。台塑料坑填海造料，厂区内周围被海洋包围。为了确保本身的企业和邻近的渔业都会当永续经营，除了长期监测附近海域的生态环境，也正积极投入鱼仔仔放流的保育工作。自1997年开始，委托云林区渔会办理，如今已经达到320多万多尾，那个加上这届的50多万多尾，都有380多万多尾了。因为最近几年来，因为气候的变化、环境的变化，造成渔获量都减少以后呢，那台塑企业知道大家遇到这个困境，所以说我们每年就开始增加鱼苗的放流，因为捕鱼的这个渔具变得相当的科学化，所以说加上一些渔民，他们对这个鱼苗，拿到抓到小的没有放回去以后，整个渔获量就逐渐的减少。那台塑企业在这里就希望每年都能够投入一些新的鱼苗，让这里的渔产能够一年比一年的丰富，这样的话这个渔民他们的生活才能够有所改善，这是台塑企业到这里最主要的目的啦。那我们除了这就是说鱼苗的放流以外呢，我们还有做就是说养殖业的辅导，包括农业的辅导，我们都继续在做。那这鱼苗的放殖在这几年连续下来，我们大概已经放到370万尾左右的这个鱼苗，那相信这对沿海渔获量一定有很大很大的帮忙，那台塑企业会继续在这一方面来努力。台塑委托云林区渔会所放流的鱼仔仔，以乌仔为主，其他亲像乌鸡、海蛎、甲红鳝等等，拢是经济价值真高的浅海鱼种。每一尾拢饲2个多月，体型伫5公分以上，甚至10多公分，放到海内差不多4-5个月就会当收成，对丰富当地渔业资源、增加渔民收益有真大帮助。咱就是沿海资源一定高确定。咱台塑就是有提这个企业来这回馈部分，一部分嘛重视这个海洋资源，因一部分呢来希望在这个渔民的生活向改善，会当渔业的收入搁较好。咱嘛是希望讲伫咱这个海上的资源服务，包括海里做较高经济价值的做这个鱼仔嘞，会当伫这个海洋中搁继续迄、那个。绵绵不断，所以咧，咱今年咧来选这个海蛎来放。我是每一个咱这个，因为是咱云林这个地区咧，这几年来，我咱台塑一只嘛放500万尾对吧？放超应该，我统计下应该是将近超尾，我是超200万啦，拢总是超300万啦，这我咧，这几年抓了拢足好诶，所以渔民咧对这个我诶收成。做满意吼，这种属于种近海鱼类啊，当然伊洄游性就是咱这近海这咧洄游啊。咱渔民，咱这拢鱼排啊作业啊，咱唔是讲像远洋船讲会当出去到公海还是外海讲会当伫遐作业，咱拢嘛当天往返的啊。所以讲，伫拢嘛伫咱浅海这咧作业的啊。所以讲，伫这掠的鱼，应讲差不多80%拢嘛是咱放流的啊。那一定是当年如何有帮助，那有可能无帮助。根据科学家的统计，鱼仔有丰富的蛋白质。全世界三顿以鱼仔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人，都超过10亿。也有2亿多渔民是靠着抓鱼为生。但是这几年，因为愈来愈多人爱食布拉鱼甲鱼卵，佮加上专门抓布拉鱼的双拖网已经被过度使用，海内底鱼仔已经减少1/3了。那个继续无改变，免40年，咱都无鱼仔通抓了。所以除了呼吁大家卖食布拉鱼甲鱼卵以外，嘛爱抵制双头网的过头使用。台塑绿青会当阁进一步积极投入鱼仔仔放流的保育工作，确实真值得大家鼓励甲肯定。我们把鱼苗放到大海里，
让它生生不息，然后能让能达到环境保护，让它在里面长大。啊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哈，让我们小朋友知道说那个海洋，我们要去保护它，然后富裕它，让鱼苗呢，把它放回到海里面，让它生生不息，那以后我们捕鱼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大的鱼出现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有没有很棒？有。